行。你知道这是哪一件？老师，我来了。那件。对呀。跟山贼刚好这两首歌本来都不用转调啊，夜晚还蛮慢的，山贼的话开头的前奏比较快一点点。你要配 CD 吗？可以，不用哈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会有节奏合奏，林颖当指挥，然后林颖你有想好你希望妈妈他们也跟着打，就是比如说键盘的乐器，或是你只要那个小米跟奏鸣打就好。人少少还是人多多？好，多的哈。好，妈妈等一下都有事哦，你们等一下键盘我来帮你们调。爱的礼赞第一步是林颖，对不对？好，林颖帮我在这边。好 ，OK 哈。太阳公公来准备。好，我爸爸很专业那一只，你们好好表演哦，有记录哦。请坐，来，先把洗发收，左手放好，对，好，右手可以放大，好，准备喽。
来我们请林颖把书放好之后，林颖要出来当指挥。稍微讲一下你们
刚刚表演可以注意的地方。这两位以后去菜市场应该会买菜买很久。以后只能那个刚好三包，不能反复选择困难。有障碍是不是？顶多是图案不同啊，明明口味就这样而已。好，我学完就可以做回去。好的，林颖呢？你的夜晚故事你有配 CD， 很棒。然后不过你要注意乐句，林颖的部分你要注意一句。嗦西拉一句，嗦西拉一句，嗦西拉哆西拉嗦一大句，知道吧？它有短句跟长句。林颖的山贼，其实你山贼的部分呢，可以把它的，我不知道你刚在弹的时候，毛毛有注意到他弹那个单手哆哆西手还挺晃的哈，哆哆。有注意到吗？嘿，其实今天不管是弹单手或双手，你应该是正常是手指头在动，哆哆西手。照理讲，这个应该不会动，哆哆。你有没有发现动作还蛮大的哈？这个小地方可以注意一下。然后刚刚林颖当指挥的地方哈，就像刚刚我看到的，我觉得他可能手下去就是希望你们可以坐在同一个位置，人是一起的。其实如果说就指挥的部分呢，除了动作可以提早，然后你可以分啊，你今天团员那么多，林颖，你可以啊，现在你是要奏铃忙吗？还是你要奏铃？你就可以分清楚，一次可以一个人更好。再来我点头哦。